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企鹅是一种古老的游禽，白白的肚皮，黑色的毛发，看起来就像是穿着燕尾服的西方绅士一样。不过，他们走起路来可一点也不像绅士，一摇一摆的，看起来非常呆萌。每当暴风雪来临的时候，几千只企鹅就会堆在一起取暖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野生企鹅，不过在很多动物园里也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。这不，国外一家动物园里就有七只企鹅正在下楼梯，一摇一摆的，像是刚开完会议似的。不过最后一只才是真正的高手，当它走出来的时候，人们差点笑喷了。这是一只离线的企鹅吗？其实这是一只小王企鹅，在成长过程中会长出一身褐色的羽毛，用来抵御冬季里的寒冷。独自走在冰面上的它，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只行走的猕猴桃一样，真是太可爱了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，请点击左下方关注。